现在几点？现在一点。你几点起床？我早上7点起床。你几点睡觉？我晚上9点30分睡觉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2点5分。你几点起床？我每天6点起床。你几点睡觉？我每天11点睡觉。现在3点25分。我6点05分起床，我11点睡觉。请问现在几点？现在是11点50分。你几点起床？我5点半。你几点睡觉？我10点半。谢谢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1点。你几点起床？我是6点起床。你几点睡觉？我是晚上10点半左右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2点半。你几点起床？我6点10分起床。你几点睡觉？我11点睡觉。袁老师，现在几点？现在12点。你几点起床？我早上6点半。你几点睡觉？我晚上12点半。谢谢。周老师，现在几点？现在12点11分。你几点起床？哦，6点半。你几点？太早了。你几点睡觉？1点。